那为什么一直在玩牌呢？因为后面又讲出来了 ，He liked games， 他喜欢这个牌的那个游戏。The like 就是过去式加 ed， 啊 ，was playing 过去进行 ，was 过去，所以整个内容都是讲过去。He played all day， 也是加 ed 过去，他整天都在打牌。He did not stop to eat， 他注重词在这里哦 ，did not， 所以后面 stop。就是用原型，这个就要原型。那这里老师要补充的是 stop to eat， 意思就是说他没有停下来去吃饭，他都没有一直在玩，都没有停下来吃饭呢。He played all night， 他玩牌 all night 整个晚上。这边用 all day， 整个白天整个晚上都在玩牌。这个就是以我们中国人来讲，这个伯爵啊真的是玩物丧志啊。好，但是人家是贵族，没办法。那这里老师可以做一个补充了，在这边 stop to， 它有两个容易混淆的。第一个是 stop to 加动词是停下来做什么事，所以这个 stop to 就是他并没有停下玩牌来吃饭，舍不得丢下这个牌局去吃饭，所以他并没有停下来去吃饭。我们继续的，我们讲说停下来休息吧，停下去休息吧，很累了，我们就叫 stop to rest， 停下来去休息一下。那我们停下来吃饭吧，我们就会用 let's stop to eat， 我们停下来去吃个饭吧。第二个，如果是 stop 加了 ing， 停止做某事，不能做，马上停止，不要做，那这个叫停止正在做的事情。比如说 stop talking，不要讲了，停止讲，那就是 stop talking。 stop fighting， fighting 是打架， stop fighting， 不要打了，你们不要打了，停止。好，这叫 stop 加 ing， 所以这两个一定要记住，因为容易混淆。好，老师继续来讲吧。 He did not sleep， 他没有睡觉。 At last， 最后。好， at last 是表示最后，他又不是铁人，白天打一整天，晚上打一个晚上，也不吃饭也不睡觉，对不对？这个哪是正常的一个三明治伯爵的，这个怪怪的，好，生活不太正常。那最后 at last， 如果是起先一开始，我们就会用 at first， 好，那最后 at last， 到最后呢， the earl was hungry， 这个伯爵怎样 hungry，挨饿啦，饥饿啦， hungry 很饥饿啦。那饥饿有一个名词很重要，这个叫 hunger， H-U-N-G-E-R， 这个是它的名词。hungry 是形容词，这个是 hunger 名词。所以我们讲说啊，他某某人死于饥饿，饿死了，我们常常会用 die of hunger， 饿死了。来，我们继续看吧。He did not want to， did not 一样，过去式助动词。他不想要 take time for dinner。take time 就是腾出时间，抽出时间 for 来干嘛？来做什么事？来吃晚餐。他根本就不想空出时间来吃晚餐。所以这边老师也做一个补充， take time for 就是空出时间来干嘛。那这边一个例子， you must take time for exercise， 你必须要腾出一些时间来做运动。好，这个叫 take time for 的片语。来，继续我们再来看，虽然一点点了。好了，这边有一个老师要另外，而且有没有看到一个引号？有没有哈？
逗点啊、标号两边都有引号。那以后看到这个引号要了解，这引号是表示什么意思？表示某人当时所讲的话，他那个三明治伯爵他就讲话了。前面这个没有引号的就是间接的叙述，有引号的就是直接的叙述，所以这个直接来叙述伯爵他讲的什么话。伯爵讲的话就是 Bring me my meat, Bring me my meat, 把我的肉带给我，拿给我。因为是当时伯爵在玩牌那个时候所讲的话，所以引号里面的动词一律用现在式，记住引号里面的动词一律要用现在式。所以你看 bring 是现在式，拿给我，它的过去式是什么？ brought， 它用现在式。 bring me my meat， 把我的肉拿过来给我，我肚子饿了。好， he said， 他说，这个是过去式，因为这是间接叙述，没有引号。那这里又有引号了，这就直接叙述了，就直接这个来这个叙述伯爵讲的话。他又继续再讲了 ，put it， 就放什么 ？it 就是前面的肉，把这个肉放在哪里 ？Between two pieces of bread， 两片。Two pieces 哦，就两片 ，bread 是面包，好，放在两片面包的中间 ，between 是两者的中间 ，among 如果是三者的中间，就是用 among， 好，这些观念留意一下。好，放在两片面包的中间，给它夹起来，就这样子。好，这个是引号的内容，表示直接的叙述。动词一定要用现在式，好，这些直接叙述。那没有引号的这些都是间接叙述，你讲过去的情况，动词一律就要用过去式。好了，这样开场白，这就是三明治起源第一段的内容，老师先讲到这个地方。